到时候就让我们为看官大家一起开眼界。这个肉质这么细腻啊，要这一面做面还行，大概是要做挂酱还是做牌子？这里有点烂花，不要，可能要这样子，这边一点点。哇，往下一点，这个就要往下一点点，再去修。我要跟你说做什么？做一个身穿宋朝官服的官帽，他那个官帽他有那个刺。然后呢，这个人的面呢只做背影也可以，然后呢他的面好就要看到这里去，平步青云，你看这个云从这里开始出来，然后上面就这些都不用雕了，就雕一个人，人在这里就可以了。这个人就应该要小一点，然后有点侧脸，我们就是不要太大，小一点，那肯定是要小一点嘛，他的意境才会出来。然后后面呢用激光去雕唐尧赋，一整手吃一整手啊，一整手唐尧赋能不能做出来？肯定是可以的，你感觉字有点多，小嘛，那就小一点嘛。哇，这种料子越看越舒服，我本来是买这一件，看到那一件也要买啊，这一个视频成本太高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蜈蚣百足，行不及时，灵机有意，虎不如鸦，马有千里之程，无人不能自往，人有凌云之志，风韵不能腾达。文章盖世，孔子困于陈蔡，五岳超群，太公垂钓渭水，道之年幼，不是善良之辈，颜回命短，实非凶恶之徒，尧舜至圣，反生不肖之子，无所完待，却生大圣之儿。我现在我要跟你讲普通话了，因为你是我们潮汕人里面是一个真正的大师啊。然后这里呢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料子的料底很好嘛，然后呢我想要这里刻上唐尧赋，然后你是这个刻字里面这方面的大家，所以这个要拜托你了。我本来是要登门拜访的，然后呢焕青说你刚好在大世界，所以就请你过来。处处无家，处处家，你看说话太有禅意了。我的心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，太有禅意了。那这个到时候就委托你。前面雕刻的什么东东？前面雕的是唐尧赋里面的主角李明正啊，他就平步青云嘛，你看这里他是青云直上啊。你看我这里，他这个官帽是宋代的那种官帽嘛，宋朝的那种官帽，因为他李明正是这个宋朝人嘛，所以呢，我后面要刻上这个唐尧赋，那这个刻字我们办不到，只有您才能办得到。把镜头给我们郑少山，是我们这行业内刻字的大师，微雕，到时候可能要用这个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了。对，我刚刚刻一个手镯，我去平洲，平洲有200万有手镯的市场啊，那我现在手镯里面能刻内圈啊，能刻600个字，600个字，现在跟你这个内容差不多，600个字。然后我刚刻好一个，你看，在我刚邮寄过去哈。它这里面弯弯绕绕，你怎么刻啊？就一个啊。哎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的嘛，很清楚啊，我的作品都有编号，哦，每一件作品世间独有啊。那这件可能到时候就不卖了，我自己收藏。人家要就可以卖，我们再做。再做一个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那这个大概工序要多长时间？工序一般是4到5天的。哇，那因为是手工刻的。好，那就拜托您了啊，拜托您了。这个天底下最硬的嘛，那我是拿着刀，没有带电源，直接这么刻的。而且一笔也不能错哦。对啊，而且是繁体字，而且是还有漂亮。到时候就让我们为看官大家一起开眼界，然后呢也顺便推广一下我们潮汕的微雕，微雕字郑少山啊，记住啊，名字不能写错啊，互相学习嘛。我这个300只，这个500只。那个薄饼，激光的薄饼。电啊，吸个咩咧？吸心经就大杯酒，这大概4公分多乘6公分多，面积上边来刻这个唐尧赋的那种是600多个字。张良原是故意。萧何称为县令，燕子身无五尺，能做齐国首相。孔明卧居草庐，做了蜀汉军师。韩信手无缚鸡之力，封了汉朝大将。冯唐有安邦之志，到老半跪无封。楚王孙雄，南面无疆自刎。汉王孙弱，却有万里江山。满腹经纶，百花之地。少年登科，有先贫而后富，有先富而后荣。蛟龙问玉，潜身于鱼虾之间。君子失时，拱手于小人之下。天不得时，月无光；地不得时，草木不长；水不得时，风浪不止；人不得时，利运不通。盖人生在世，富贵不能移，贫贱不能欺，此乃天理循环，终而复始者也。
哎，你没有拿手机出来？你不拿手机出来，怎么证明今天是小雪？我穿短袖啊。我这里有一个。几号？22。哦，22号。今天我们揭阳天气好。哇，这个底子真的是好。我们做的是什么？航遥赋，轻盈直上。现在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。这个我们做的是一个侧面，穿着宋代官服，但这里并不是精髓。这个料子啊是很纯的，可是后面刻字了。能看得出字吗？能，这样也能看得出来。能，都不用放大镜，都不用放大镜。对，还是用放大镜戴一下吧，这样看得清楚一点。这是底色，全是字，那你要怎么看？天有什么？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后面你就知道。到时候拍的时候全景拍一下。这些字呢，是我们潮汕的一个老师傅刻的。哎，我叫你帮他拍视频，拍了吗？有拍就好，因为现在呢，有了机雕，其实刻字很简单。但是呢，你要在这么小的牌子里面刻600多个字，就有一点困难了。希望你们会喜欢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我就很喜欢。我个人觉得，真的人呢，就像这《航遥赋》里面说的，如果你什么都没有，说什么人家都不信；如果你有了，什么都有了，太现实了，这是古代的现实吧。